没有觉悟，就不要说这样的话。这是要给你的药，届时皇孙出世，张禄正便是下任中书令，令尊和尊兄还能从他的刑部大狱里活着出来吗？殿下请吃药吧。殿下，血。谁让你这么干的？小人不会受的。到我的身边来，到底为什么？他只是个内人，可我是君王。你是君王，可我是……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千万气象，天高水长。可得解脱处，为神佛前与山水间。妾在那里明白了，看着这样的山河，不必登仙，一个人的胸怀也可以无边宽广。是我让陈内人随便找一个药送过去的，我让他对外宣称太子妃小产的事。那既然是做戏，索性就做十足。那我怎么又能够引出战马的下落？李百周午时出斩，吃得三足。相濡以沫只是家事，相忘于江湖才是心事。小人明天要进宫述职。什么？错把两个人化成了逆臣李百周的妻族？住手！